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咁啊！见到网友话 Grace 咧就话科斯哥同灵爵居士都唔知乜嘢事，咁我梗系知啦。咁我梗係唔會 involve 落去啦，雖然我已經不經意地俾人 involve 咗落去，咁但係唉，等佢哋自己搞啦 ，OK， 冇乜嘢嘅，啊，大家即係老實講，合則嚟，不合則去，唔好真係再火上加油咧。咁啊，即係所謂謠言止於智者，雖然有陣時好撚難忍，啲即係大家角度唔同啊 ，OK，好啦，唔好講嗰啲。嗱，今日我第呢一節節目咧，我哋要做短啲，因為真係好攰好攰，因為天氣濕啊 ，OK。咁我本來應該係琴日拜山，結果都冇拜到啦，又打又橫風橫雨咁樣 ，OK。好啦，我首先咧就要為咧一啲網友嗱，我唔覺得全部係咁樣嘅，或者香港市民平反就係咧啲人咧成日話咧，即係有啲留港嘅人啦，即係我哋喺網站啦，咁啊大家角度唔同啦，就話啲人翻上大陸貪平，即係呢樣嗰樣不諗之所謂啊！屌你啦，你搞到又忘記咗又又食人血饅頭啊等等啦，咁嗰啲我唔講，但我首先要為呢班即係被指為貪平上大陸嘅朋友咧作平反。嗱，首先我認為貪平係冇問題嘅。啊，咁好似嗰班特別係嗰班年紀大嘅啦，喂，老實講，佢搭兩蚊車，我講過好多次啦，住鰂魚涌去到呢個粉嶺，再搭兩蚊咁唔知咩巴就去到嗰個蓮塘，四蚊，跟住行過關就喺大陸消費咯喎，就去按腳啊、按爪啊呢樣嗰樣喎，四蚊，然後翻嚟八蚊車。在大陸內邊入邊搭車好似係唔使俾錢添，喺蓮塘順便買埋餸添喎。唔係，佢哋大陸搭車入邊係唔使俾錢噶嘛？唔知啊。入邊就六十歲以上好似話入邊唔使俾錢嘅。嗰陣時啲人話我哋香港屌你兩蚊都計計較，人哋唔使俾錢添。OK， 好啦，買埋餸啦，又或者喂真係喎，嗱老實講，咁你香港點搞咧？係冇得搞嘅。呢一係咧，你就真係最簡單，唔好話乜嘢啦。唉，真係離境税啦，六零幾歲。如果唔係嘅，喂貪平。喂，你真係唔好怪人嘅喎。但係我同大家講，我點解話我要局部同大家攤平？我發覺香港真係好撚平。咁今日我嗰日我星期六我 咗個 post 啦，大家未俾我啲網友啦，真係啊平到咁樣。但係今日我同我啲客講開，我啲客你係冇耐出去冇出去食飯啊，酒樓嗰啲。我係啊，我點會冇啲出酒樓食飯啫？香港喂，屌不嬲咁平㗎啦。嗱，我食過咩咧？半隻片皮鴨。嗱，我同我老婆兩個人嗱，首先要咁講。我同我老婆本來唔係諗住去呢間食嘅，諗住行去我哋公司附近有一間食蒸鍋，我哋食過嘅，食海鮮嘅。啊，點知佢咧竟然話落我六點零鐘去到話冇位喎，咁我訂位冇啊。咁可能因為佢真係好生意啊，其實。咁於是乎咧，佢就話俾唔到台你喎，因為真係冇位啊。OK， 咁啊唔去食咯，咁啊攞車走啦，行過一間酒家。哇！我直接拎個台面。即係俾個門口已經吸引咗，屌你乜九個八一個叉燒飯，九個八 alive 啦 ，eighty cents 叉燒飯，晏晝啊，佢冇特別寫啦，著局398，朝頭早七點鐘開始打，398喎，包米食嘢，咁我都係講話是等蛋啦，唔好諗你，我再食個咩咧？半隻片皮鴨一食啫 ，OK， 半隻片皮鴨，一個咁我哋好清噶嘛，兩公婆，蒜蓉。炒糖生菜 ，OK， 點我唔記得咗添？每人一盅，即係盅頭嘅菜乾燉白肺湯，即係豬肺湯，每人一盅，一個鐵板蜆啊，即係其實就係炒蜆，一不過佢擺喺個鐵板度上咁解啦。OK， 好啦，再一個 XO 醬爆拍葉水油，即係啲小炒啦 ，XO 醬。爆啲拍葉水油啦，好啦，咁啊當然有壺茶啦，再送咗一支大力，一罐可樂，送嘅生力啤，你可以要兩支生力啤，兩個人啊嘛，如果你五個人就送五支生力啤，你唔要生力啤係罐可樂，咁你如果飲得啤酒，梗係飲啤酒抵啦，十幾蚊噶嘛，生力十幾廿蚊噶嘛，可樂幾蚊啫 ，OK， 嗱，但係我講多次，半隻片皮鴨，糖生菜、蒜蓉炒糖生菜、蜆。鐵板蜆兩每人一盅呢個菜乾燉白肺湯，XO 醬爆百葉水有多嘅，咁啊呢啲係食品啦，茶嗰啲我唔計鳩佢添啦。有個可有樽可大力同埋有罐可樂，各位看官，
我在網上面寫了，原來我今天再看回張單都寫錯了，你覺得多少錢呢？說明便宜了，裡面有沒有套餐的？他有套餐，但我不是吃這個套餐，我這個不是套餐，這個是散藝的，510套咯，510怎樣計算呢？你510是$8就是半隻鴨啦，好，但係冇使唔使貴噶，好撚多好平噶嘛，當好啦，當$8啦。扁皮鴨嘛，係啊，跟住你一食，你話嗰個咩啊？菜啊？菜$70啊，當600啦嚇。600，220啊。跟住你兩個燉湯，每盅$50啦。320。跟住你炒咩？土油啊？蘇醬爆拍葉同埋水油。$88啦，我當。$88。跟住你炒蜆$88啦。422。$320-$400-$580，加埋個汽水$480幾啦，頭先你計就係咯，你唔得一啦，係咯。我同大家講，叫你老母，係讓我的手托着頭，屌你老母 ，unbelievable！ 我嗰日喺個網站，就喺個 Facebook 鋪啲人咧，應該話俾你講邊度邊度啊，我要去食啊，點點點點，原來我都鋪到咗，大家聽住，係$284，哇！屌你老母！喂，證明啊！我相信大陸都冇咁嘅價錢啦、啊。係啊，係嘛？喂，即係證明上大陸嘅可能係貪平，但係唔一定係貪平，可能有其他因素。喂，$284，284啊！點解咁平咧？嗱，我嗱，容許我同大家娓娓道來。好，我要睇單我先答得到啊！$88就係個半隻片皮鴨，88添啊，88 ，OK。嗰、那個菜貴喎、哦，反而咁對比$86，蒜蓉炒西山菜，咦，比我想象中貴啲喎。呢、這個貴啊，嚇、啊！跟住嗰、那個XO 醬爆拍葉乜嘢$88，係啊$88啱啦。嗱八呢個你直情中啦，啊$88。喂，咁樣嗱你三個其實就$200-$260，你聽我講，你聽我講，係跟住$9嗰個燉嘢啊。$9，即係兩碗係咪$20唔使？唔使$20。嗰、那個蜆係送嘅。送㗎、啊，屌你老母！係啊，送嘅。總言之，你嗌兩個小菜就送一樣嘢，好多樣嘢揀㗎。你唔食蜆就抵啲㗎。係。可以送半隻雞都得㗎。哇！半隻雞有得送。係啊 ，OK， 好啦，茶雞即係普洱啊，嗰啲雞全面加一全面，一個人就送一支啤酒或者汽水。哇！點做啊？你唔係咁送，你屌你！喂，我計到開，屌你咩？大佢啲寫住咩大排檔模式點？喂，大排檔邊咁平嘅大佬？$9.8一盅好撚。$9.8嗱，我同大家講，佢做好盛嗱食品，老實講，去到咁樣咧，我真係冇要求噶啦。係啊，你唔可以要求，但係佢唔難食嘅。扁皮鴨咧？嗱，我逐樣講，個湯直情 OK， 首先夠熱夠味 OK 嘅，直情 OK 嘅，即係你話收我$48我都照俾嘅，講真我嘅湯。XO 醬爆嗰啲就好，即係大家都做到啦。即係你唔會，即係個啤你都做到啦。即係嗰啲就即係同埋個炒菜冇問題嘅。扁皮鴨就爭啲，個扁皮鴨點解我話佢爭咧？個鴨味佢好在都有樣嘢好，佢個鴨唔酥，鴨有陣時會酥嘅。我最挑剔佢咩咧？就係咧，凡身食北京田鴨啊，嗰啲叫咩啊？嗰啲薄餅咧，嗰啲叫咩？有個名嘅唔記得咗。即係白色薄餅嘅啫，我哋包嗰啲皮啦，有醬啦，係啊，所以我唯一要挑剔佢咧，就係白色嗰個皮咧，佢冇一浸一浸用紙鋪住。O K， 咁變咗你搣皮嘅時候，好撚容易成劈搣撚爛啊！佢黐住下面啊嘛，佢人哋一每一層都有張紙啊嘛，同埋佢冇京葱，佢淨得個醬同埋青瓜。O K， 屌大呢啲，但冇要求啦，爸爸。屌你兩個你我都唔。我都唔好意思話，喂，屌你老母，你咁搞撚錯啊！葱大葱都冇，我屌鳩佢人唔通，咪咯。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得我同我老婆兩三台客咁樣啦，但係六點幾，但我都未錯到6.9度，已經爆曬啦全場。哦，喂，我覺得咧嗱，我會唔會再去咧？我都好懷疑，但係我覺得都俾多次機會佢，因為佢係個扁皮鴨差啲嘅啫。你問我，其他嘢都係合理嘅，因為仲有都幾乾淨嘅喎。真係啲碗杯啊！我嗰個燉湯係咪真有豬肺啊？有一嚿啊！我嗰個有兩嚿，我老婆嗰個有一嚿。佢豬肺之外又有好多豬骨啊！即係嗰啲啊，點樣味啊？污糟㗎，做乜生意？點污糟啊？唔係好污糟，舊嘅係啊！喂，等陣先，等陣先，我查一次先。舊嘅即係舊酒樓啦，可能佢轉過好多手啦，但係 OK 嘅，
係唯一咧，你懷疑佢乜嘢咧？我聞到佢個冷氣咧，有啲噏少少噏味。超舊啊，就係咁噶啦。因為咧，佢喺閣樓。啲地氈有冇噏味啊？就冇 ，OK 嘅，都 OK 嘅，即係行落去，即係我冇要求之餘咧，真我，但唔好當佢咁平先啦，當佢正常嘅其實都 OK 啦。你話好啦，好食就唔係，但你話200多蚊，喂，如果我叫多幾條友咧，我嗌多兩樣餸咯，計平均啊，仲平喎。佢可以送到嗱，佢一個好撚正，98蚊有8件懷舊蝦多士。喂，8件喎、啊，正喎、啊，98蚊喎、啊，原價有8特價98，每嗌兩個小菜就送半隻雞，有幾樣嘢送啊，可以鑊蜆，有雞，喂，好撚多嘢噶，好撚堅啦，總言之呢間嘢咧，真係，喂，我覺得雖然我啲冇老同學喺度，喺邊區？咪從我公司附近 ，within 我喺我步程，我公司嘅步程5分鐘。即係呢度行5分鐘，係啊，5分鐘㗎咋，唔撚近。嗱，熟我哋呢區嘅朋友就知㗎啦。嗱，我冇介紹你哋去啊，但我就係有間咁嘅嘢啦。啊，即係其實去到呢啲環境咧，喂，仲有招呼好好。嗱，全部咧都係啲上咗年紀嘅，我唔理係大陸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啦，全部好熱誠。誒，多謝你，係，因為點解咧？嗱，老實講，呢一啲咧真係講真係自救㗎咋。佢做得好嘅，有生意頂住，佢咪有份工咯，出翻10多蚊糧咯。係嘛？咁個喂招呼 OK 嘅，真係我覺得 OK。佢梗唔係話熱誠到你屌嘅，哎嗱，馬先生你好，你兩位可喺下面開定曬門俾你，又未至於咁。但係咧 OK 嘅 ，OK 嘅。喂，屌你284蚊，284。即係你諗起以前嗰啲咩明星啊嗰啲，咪全部都係咁咯。誒係啊，喂仲有喎，佢有任食火鍋，但我冇叫人食。啊，198蚊。哇，抵過平過200。平過200啊！喂，記住冇加冇成。喂，其實而家呢啲咁垃圾火鍋咧，即係我哋以前成日食噶嘛，南花蟹嗰陣時咧，而家幾多錢㗎？呢啲而家仲有嘅話，都200幾㗎啦，全部200幾㗎啦，198 OK 嘅嚇。咁喺邊度咧？喺我哋呢度沿住荔枝角度行個塘尾道，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我成日嘲笑咧？金乜乜嗰啲啊？係啊係嘅，金乜乜啊？你有冇去過？我知邊間。嗱，你有冇去過？冇。OK， 你係唔會去噶嘛？你睇過？門口已經咁唔會，又唔會話唔會去嘅。但係屌，好少。喂，叉燒飯9.8，朝頭早點心，啲老人家咧有 lift 嘅。嗯。唔知兩一個飯一個點心，加埋茶錢，冇加又冇剩34.8。喂，咁係冇啦，唔係啊。爭好遠啦！屌你冇 lift， 屌你！譬如我死鬼老母嗰啲，如果以即係早臨尾嗰兩年，你冇 lift， 佢哋點行上去啫？有 lift 嘅，可即係有 lift 搭嘅。喂 ，OK 啊，嚇！我而家諗下，咦？如果我嗰度任我傾啦，屌我整1400-1500一圍嗰啲，喂，佢唔俾啊，有魚有剩，任我傾啦。好，跟住我咪喺度搞網聚，屌你冇撚嘢，收你哋6嚿水一位，一圍7200蚊。好，係咪先？咁啊，執翻4500一圍，係咪？喂，你上到嚟你戇鳩鳩噶？咦？有乳豬有剩喎，屌你！跟住佢個有個乳豬餐啊，一隻乳豬加個唔知乜嘢啊！乳豬加個啊，我一隻乳豬一成隻啊，全體啊，加個唔知咩888都抵啦。而家一隻乳豬6-7嚿水7-8嚿水啦，係嘛？喂，888，我本來想試下啲刺添，我唔撚夠姜嘅嗰啲地方，照試咯。屌你咩蟹黃刺唔死啊嘛？哇！但係唔係我哋 quota 細啊？喂，個湯白 OK 啊？反而我真係最撚問，我話9.8，我之前問佢我話呢個湯9.8啊？佢話係啊。喂，使唔使？即係有時要啲賴，你要賴第二啲嘢先嗌得噶嘛。屌你老母9.8，我都 unbelievable。有啲人嗌碗湯9.8飯都死啦。冇加一茶戒喎。喂，佢求生存，我諗佢嗌個湯白飯就唔會嘅。我見到前面咧有個婆婆同佢個仔都大過我噶啦，都係即係公公咁樣啦。諗住你食好少嘢啦。我以為咦啊一兩碟嘢，我老婆梗唔係啦，4碟啊，因為我老婆及住你嘅。咁你因為你其實嗌3個餸，有2個小菜入面咧，佢就送半隻雞俾你。咁佢哋可能咧，即係喂只雞皮食唔曬嘅，打包嘅。咁第二日有餐餸噶咯喎。嗯，係啊。係嘛？咁樣你喂2.0水嘅啫喎，我計到佢，咁冇底咯。OK， 咁冇辦法啦。所以話貪平，香港即係你政府就唔好搞咁多嘢。我成日覺得你唔好搞咁多嘢，等啲人自己諗掂佢。做生意佬嘅嗱，其實有一樣嘢咧，近日咧，我有陣時真係不吐不快，完全唔係我今日喺呢一個範疇入邊。我見到有啲人咧喐下就話咧，香港啲生意佬賺到盡，
啲嘢幾撚閪，喐下就賴租金貴、人工貴。咁嗱，老實講，如果你話做生意好啦，好賺嘅，你哋印象之中，即係我從來我識好多人咁多年都咁樣。我諗呢一個咧係第一你哋未必做過生意啦，第二咧你喺呢個三四十年前嗰啲幻象啊。令到你有呢個感覺嘅啫。喺過去呢十幾廿年入邊，老實講，即係或者而家營商嘅朋友，或者負責做管理嘅人，其實唔係而家，特別係零售餐飲業，其實喺九十年代一直到而家都係難做。你唔輸就已經幾唔錯啦。你喂揾到啲錢嘅，哇！你直情拍爛手掌添。好話唔好聽嘅話，啲我上次已經講過類似咁嘢啦。喂，我有陣時見到啲網友 po 上嚟，喂五六十蚊嗱，好唔好食嗰啲後話啦，佢唔好食就真係唔好食就實係假嘅。喂，譬如一個咩白汁豬扒飯，加杯嘢飲，收你五十幾蚊，你都話人哋賺到盡咁撚貴，喂咁真係冇得講嘅喎。你如果一理解到啲成本啊、租金同埋人工成本啊，佢就算喂老實講啊，就算嗰碟嘢啲飯啊、啲米啊、啲個豬扒唔撚使本啊，其實佢都賺唔得你幾盡嘅啫。啊！即係有陣時都要體恤下嘅，咁當然啦。你話屌又閪面又成咁，消費者有權選擇㗎。啊！我又喺度諗咯，即係我都係，即係我真係到而家都係咁覺得，我唔知啊。啊！我睇下你啲友仔咧，堅持得幾耐翻大陸，我都係有咁嘅信念嘅。啊！應該唔會失耐啊！屌我真係覺得，哇！大佬你唔肯攰，你變咗習慣嚟啊！你嗱，最慘就係呢樣，攞唔攞去一次你又攰啊！你個個禮拜都攰啊！最慘就係啲交通啊，仲要係再順便啊，又有高鐵啊，呢樣嗰樣。最慘就呢樣嘢啦。好啦，嗱，今日咧就係呢一個第一日啦。啊，咁我就唔特別講啊呢個即係管制即棄，即係所謂嘅走數日嘅正式開始。嗱，今日外賣我冇違意啊，但係嚟到嘅時候我望一望，我仍然係發泡膠，仍然係膠羹，即係平時我嗌開個羹啊。半年啦。仍然係有支膠飲桶。咁因為佢話明係半年唔執法啊嘛，咁我你話呢啲餐廳係咪專登咁樣？喂，橫掂你唔執法咁樣做咧？清貨啦都已經。咁我又唔覺得係嘅，人哋入貨咧，可能入屌你一劑一年半載擺喺個倉度咁入嘅，咁啊喺而家呢個時候用咯。嗱，咁我亦都唔會再講嗱，而家有好多嘢咧，堂食就係完全唔俾你，咁堂食其實好少會俾你嘅。嗱，係有陣時我啲咁嘅屎忽鬼咧，有陣時食早餐一杯奶茶大啊，杯凍奶茶。咁我明知我飲唔曬又幾有啲趕時間嘅，喂，俾定個膠杯我啦。但膠杯好食 OK。膠杯因為你外賣 OK。膠杯交換都 OK。膠杯外賣 OK， 喺堂食就唔 OK 嘅。但其實我一半喺堂食噶嘛，跟住嗰一半係咩噶嘛？喂，不過佢都反正，我今朝都係咁做。佢反正唔係嚴格執法嘅時候，而家半年咧，有半年咧，咁就影響唔大嘅。OK， 好啦，至於半年時間，嗱，其實我啊覺得咁嘅。第一我上次講過啦，咁其實英國。嗰、那個咩 King's College 定乜嘢咧？佢已經係揾到一種叫煤嘅物質咧，可以係瞬即，即係大點去到推出市面點咗幾年時間咧，即係可以將啲膠咧分解嚇、啊，即係好快嘅，可以用嘅大自然嘅。第二咧，其實你有時間咧，而家大家有炸型嘅啫，啊包括嗰、那個即係話嗰啲。紙餐具、木餐具，冇力啊！但係如果要整得靚，第一個成本又貴，係啊，又重。你重嗰時，你運輸當然又有佢咩重，佢環保啊。嗱，但係咧，你有生意做咧，我覺得做到嘅嚇。你話會唔會係咪執回收先嗰啲？嗱，你問題就係你會唔會即係你個量夠大，一定會做到。便宜一點是不是重我就不知道有些人說都很流啊即是要整得漂亮的一定重一點是的你因為如果你薄雪雪那你就無用了重呢你又嫌重、啊、你用起上來或者有些手感的或者喂又說屌你老母是我們說真的運費我最怕那些兜啊那些兜啊軟奶奶即是變形啊他放久一點放熱東西其實其實而家入微波爐嗰啲兜咧，好熱嘅時候都有少少變形，但係變極型佢都係 O K 嘅喎，佢就唔會話真係成個有啲情。我明白你講嘅變形啦，唔係呢啲我覺得克服到嘅。我覺得始終用半年時間，商人都克服到嘅。但係你話成本會係點咧？
即係如果你嘅成本好大量，可能就會平嘅。Otherwise 100% 轉介俾你哋噶啦，啊！呢、這、一個就係點解？喂，某程度有好多人去反對啊，就係、是、話喂，大佬而家咁嘅經濟環境，嗱，我通常嗰句就話屌，你咪自己帶餐具咯。可以，啲環保撚物咁講咯，嚇、啊！咁我亦都尊重人哋咁講嘅。有時真係唔係，但係我係唔會帶咯，我係唔會帶咯。即係老實講，我就係作為一個自私人，啊！即係如果你有啲嘢去到我認為都達到滿意嘅，咁咪跟大隊咯。我就話説，我咪叫人同我訂諗定啲膠餐具啊、淘寶膠飲桶啊。其實最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對成個地球嚟講都係一樣嘅啫嘛。同埋你紙同木，你話即係可以咩循環佢再做，但你係咪真係攞嚟循環再做？係咯，嘥氣啦，屌嘥氣啦！你都未必愛嚟循環再做㗎。我真係一樣堆完佢㗎。我啲回收箱一撚樣一樣啊嘛。好啦，所以話點解咧？今次呢、這個無論是去數入或者這個什麼垃圾徵費，在全世界都好像沒什麼難阻的，在香港特別難呢，是因為其實某一個原因呢，就是我們香港市民知道你屌你們是不是會去啊，是不是會這樣啊，你是不是會分類啊，你是不是會這樣啊，於是乎沒信心的嘛、啊、如果不是在大議題裡面其實很難反對的、啊、有一代有一間呢就說呢，喂，我就不知道有一間喂，話第一日行使呢一個外賣要加$1先俾一套餐具你，仲要係嗰啲即係唔係膠啦，當然嚇木嗰啲咧。佢話令到咧啊，佢哋嘅外賣生意咧，嗱佢咁講啊，喂少咗一半。嗱，我唔知呢啲係咪即係啲人黑呢一個政策專登講啊？你譬如平時買開500個外賣，因為今日你冇餐具俾，咁有啲人咪自己帶個餐具噶嘛，有啲人就話要收你$1，於是乎得翻250個外賣，其實我就好難相信，我好難置信，咁我250人喺邊度食飯啊？啊，即係去一間有外有繼續俾嗰啲餐具或者唔收$1嗰間，啊，即係我又唔夠膽話人講大話，但係。你老實講啊，如果我你俾完我去兩度，喂，整個叉雞奶凍奶茶，跟住喂要唔要冇加餐俾你喎？要唔要加餐啊？嚇咁撚大鑊，$1啊，咁我都俾佢噶啦，係嘛？會唔會哇屌你老母啊！我要收佢$1，周大度又未必會嘅嚇、啊。好啦，啊呢啲新聞唔講啊，大家留意啦。其實我覺得最無謂、最多餘，反而係酒店嗰啲器皿啊。哦，俾就唔得，買就得，於是乎。希望令到嗰啲人咧啊，要使多啲錢就唔買。喂，其實如果我係酒店嘅訂房，我到個酒店服997加$1呢啲咁嘅嘢，998你都積揾埋去噶啦。好啦，喂呢單好笑喎，呢個狗咬狗喎，我真係本來唔想講嘅，即係呢啲新聞真係唔好講嘅。沈運龍嗱上個禮拜咧，阿麥爾瑞出嚟話有人搞撚串個 party， 搞到咁高調，所以我哋。屌你老母呢一個阿里王子先唔撚尾嘅，就直指呢一個啊沈雲龍。沈雲龍再發聲明，佢話就坊間有講法話佢將儀式搞得太高調，令到王子不滿，因而終止儀式。佢話喂，王子冇表達過任何不滿喎。嗱，先我唔理你打咩鬼，我當阿麥爾瑞話佢哋中間呢啲矛盾係真㗎啦。咁你想王子點啊？屌你老母㗎嘛！唔係使王子表達不滿咧，佢啲僆表達不滿咪得咯。其實而家未必係王子不滿啦，你睇佢哋睇呢段嘢，咪係啲可能就係佢啲僆咯，所謂啊。其實王子先係僆。唔知啦。而佢同王子家族辦公室嘅副主任兼首席行政執行長官咧，麥爾瑞，只係曾佢應否喺開幕禮致辭有爭論。嗱，而家叫做應否喺開幕禮致辭有爭論。都唔想俾你知啊。啊！即係就講呢啲，其實真理其實當日就係互屌，屌你老母係啊！嗱，睇曬前事先嚇。阿沈運龍話：麥爾瑞嘅活動流程咧，冇預計佢會致辭，但係佢嘅中東經貿協會嘅委員唔係佢啊，係啲委員啊，就認為佢作為即係呢個許齊啊，沈運龍啦，作為呢個中東經貿協會嘅創會主席，有乜撚嘢理由唔嚟？致辭咧，喂，我覺得有啲賴嗰啲委員喎，啲委員想我致辭，你想致辭，想致辭咧，咁嗱呢個你係咁講啦，中東王子，佢話咧，因為協會嗱，因為協會有份
協助促成阿麥爾瑞和王子的空貼項目合作，所以亦都有份促使到王子的家族辦公室成立，所以開幕樓禮由他地中東經貿協會去協辦，他作為創會主席他當然不應該不支持啦，就是他說是他們的執委認為如果我執委就算要支持 是現任的會長啊，是啊，何時輪到你創會會長啊，喂，但他是創會會長這個會我想先問一下是不是剛剛創的，他還是主席啊，可以是這樣的，是吧，我真的不想知道，okay， 他說沈雲龍說實際上如果王子要表達意見大家都會尊重他的意願，我如果發表個致辭會影響王子成立家族辦公室，有沒有搞錯，這是一個不成熟的誤解。沈雲龍說最近他收到消息，這個什麼關鍵又想說，他說因為新加坡派人跟王子商討邀請他去新加坡設立辦公室，他很心急，吹啊，他很心急，去新加坡很著緊，所以王子呢希望王子可以在香港建立家族辦公室，他沈雲龍說在整件事上面他並無任何個人利益，他真心希望中東經貿協會真正幫助到香港做好事，這樣說好了，哇，吹完尾了，不過你老實說美國都爭了笨，老實說這兩條這班友呢真的老實真的呢，如果我是王子，我當我是王子我是堅的，我屌你有沒有兩個這麼麻煩的，屌你什麼事啊，你們搞什麼事啊，我人都未到，屌你有沒有狗咬狗做什麼事啊，似乎就是因為沈雲龍說屌你老母我介紹你們認識，即是我掹扯了你們，屌你老母你們想飛起我好了，所以但是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或者是中間的交往的過程始終大家又攬著這個這件事的時候找即是不要說在發展之中，突然又覺得我搭了雞排這麼久，你想叉隻腳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啊，喂還有啊，屌你老母你憑什麼東西啊，是的，你會真是中東王子啊，你下來支持屌你老母好啦，即係明明我出風頭嘛，你想我出風頭？屌你咪你喂，其實老實講啊，你當我啲老千流啦。嗱，喂，我覺得咧，佢哋真係幾流喎，你問心。我覺得佢哋呢一棚人咧，即係如果你用老千嚟形容佢咧，係真係侮辱咗老千啊！冇千咁流噶老千，呢班撚樣屌你老咪立撚殺到嗱，而家仲要走出嚟，喂，仲唔四四六六輕掂佢？喺度胡屌，喺度胡屌。屌你老母又話，喂個真龍仔會唔會支持？喂我有份促成嘅，講嚟講去，屌你老母係想為香港做事。喂你由你講嚟講去啊，你由先你講呢個家族辦公室五億錢未到位嘅，咩中堂空鐵係乜撚嘢嚟㗎？嗯，嚇促成咗呢個空鐵項目。喂，講真啦，而家你就算下個月，就算王子真係翻嚟，真係擺五億出嚟嘅，一個有稍為有聲色，我真係要同阿超哥講嘅，我覺得超哥亂撚曬大龍啊！喂，我都未必會發展空鐵啦，我發展都唔會俾你哋做啦。乜依家講咗東九嗰邊未中堂空鐵做咯咩？唔係啊，而家講嘅東九係咪要做空鐵先首先？係咯，黐撚線，你邊有成功爭取過啫？屌你咁立撚殺嚟嘅呢班，不過佢互屌都係過癮嘅。係啊，休息一陣。